今天晚上的温度有28度，非常适合沼泽。观赏完美景之后，我们就准备出发了。哦，灯光不要动。拍个写真。走了。OK。哎，还有5分钟。咬我。OK， 好。哎，你们那个机位设计好吧？我看一下啊。我看这边吧。一个4-5分钟啊。好，行了，兄弟。你看它在螺旋，现在它在旋转。今天发现的第一条蛇让我十分意外，因为我们所在的地区此前从未记录过有这种蛇，它就是黑背白环蛇。虽然跟银环蛇长得比较相似，但其实它是一种无毒蛇，主要分布于我国的南部地区，在重庆只有几个地方发现过。我们能找到这种蛇可以说是相当幸运了。你看它想挣脱，它想挣脱我，它的一直在旋转。有毒没毒？有毒，这样抓我，操，我还被咬了一口了。咬破皮没有？ Nice， 我没看。一血是我的。先把它安静一下了。安静了。好看，哇！大家可以看到的性格是比较暴躁的啊，在防御时会毫不犹豫地发起攻击，而且一直想通过翻滚摆脱我的控制，这跟先前看到的蛇很不一样。一般蛇在被抓起来时会左摇右摆，这种原地翻滚的还蛮特别的。黑背白环蛇所在的白环蛇属名 Nycodon， 意为狼牙，指的是它们较大的前齿像狼牙一样，这其实是为了便于咬住滑溜溜的蜥蜴。黑背白环蛇就是以蜥蜴为主食的。走重庆，我之前那个重庆两万民众点。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没有这个黑背白环蛇的。这样拍，随便，连个大概就行了。五单，30，14，有是40，有是43左右。拉直44。这里我们给蛇量了一下长度，约为44厘米，还是条幼体。它的成体平均长度为70到80厘米，最大可长到1.1米，属于中小型无毒蛇，在体型上是没有银环蛇大的。它跟银环蛇区别，我们看银环，首先它那个花纹的边缘，你看属于那个白，它边缘有那个波浪形的，那是比较杂乱的，是吧？银环蛇它个是一个比较规整的一个图案。然后重点是啥子？它的白环的中间有黑环，看到没？白环的中间有黑色的，所以它叫黑背白环蛇，叫黑背。前面大家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啊，我们再来捋一下。第一点，黑背白环蛇的环纹边缘是锯齿状的，看起来很杂乱。第二点，在环纹中间夹杂着黑色斑纹。第三点，它身体后半截的环纹明显更宽大密集，而前面部分比较细。最后再提一下，黑背白环蛇的头枕部白斑会随年龄增长逐渐淡化，这个要知道啊。打不过就加入，好丑。好丑啊！对。没喷，他没喷臭气吧？他有喷臭气。没喷。哎呦，他那个尾巴还长，你看没有？银环蛇的尾巴的话是比那个短。比那个短。OK， 哦，行了，完美角度，快，机会，他不动了。好了，拍的差不多了，我把它放回了水沟里。大家要知道，在重庆找蛇是十分困难的，走一晚上也不一定能找到几条，还请多多三连支持一下。最后我们就来欣赏一下黑背白环蛇在自然环境下的状态吧。什么恐怖的东西不要用。哦，这是老二的娃娃关。好了嘛，那个休息嘛，要不帮一帮包谷给他吃。包谷给他吃，把他带回去呗。我长得多大嘞？告别黑背白环蛇后，我们看到了不少绿色的竹节虫，看来是季节到了。
你这个光环是一晃一晃的。好，我们先拼了，你先拼完了。你们这儿刚才好惨，我还有敌人出吗？哇，好好打！怎么样？在排水沟里，我们又发现了一条赤练蛇，体型比之前视频那条大得多。当把它拿出来的那一刻，所有小伙伴都在惊叹它的体型太大了。这条蛇是他们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大的野生蛇。来吧，你们可以站远点，我有品酒。仔细一看，这条赤练蛇年龄应该不小，头部相当宽厚，身体也是十分强壮，有种处事不惊的感觉。没事能找到赤练蛇。嗯，好丑。大耳吸收。嗯，涂抹均匀。加个火腿烤了。赤练蛇是我国最常见的蛇类之一，在内蒙古、新疆、西藏、青海、宁夏以外的所有地区都有分布，几乎到处都是。而重庆的晚上，赤练蛇是最容易遇到的，在有水源蛤蟆的地方就可能有赤练蛇的踪影。是对不起了，你不要点了吗？嗯，你注意手握那个挨得还有点紧了，那个距离要挨到了。你不是还没毒的对吧？没动，他的反应快是我的反应快。好，你可以快了。你不是猫，我是猫的七倍。哇，真的感觉好乖，这个荧光是不是？打钥匙了，你可以盯着，抓到手就是乖。你们两个拿笛子吹起，你们跟龙妖配个音。哎，把哪个放起？耍神。你收起来，你放吧。放个灯儿放。放音乐，那个放个音乐，不用放，不是那个，不是烦恼，是功夫里面那个蛇那个。一直在熬我，我操！你们能不能？视频啊，不是。他从上往下，我从上往上。从下往上都看起来大些，蛇要看起来大些。我从上往下，你给我配一个。爬上去了，好痛啊！脑壳胀，别伤心了。你小脾气不好。哦，我他妈凶啊，比上回那个凶得多。你这个应该可以，打不打？他配我配小。看你打不打？相当大。我操！给你。我他妈重了，我操！感觉我比我六十还重，感觉700克吧。一斤多？嗯，好重。有一斤，就有一斤。700应该有六度，比我六十感觉要重大一点的。我的手都是秤，我可以感受下。你等一下抓了，给你几斤重？这条赤练蛇拿起来感觉比我的牛蛇要重一点，体重应该在700到900克左右。大家可以猜测一下它的长度能有多少？把我那个镜头撇进来哈。哎，我手上可能没有牛啊。哎呀，太水了，看我远点，水了。好好的，我等抓不住。我好丑，我都不知道。我好大的力气。没得一米五，有一米。一米三。一米三多。一米三一米二。
这条赤练蛇长度只有 1.3 米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，其实这就是视觉效果，我们一直在用特殊角度拍摄让蛇看起来显大，而现实中这条蛇确实很大，因为第一视角看到的和视频里是不一样的，当你真的身临其境时，它会给你带来很强的视觉冲击感，所以给蛇目测长度通常是不准确的。好了，拍的差不多了，最后看一下它在自然环境下的状态吧。拍到吧，拍了，你那个点说 OK OK OK， 多个点，完美，回过去，回过去走，你没我在哦，龙牙那个手机拍出颜色来，我手机红色。换一个。儿子换一个手机啊，看不清楚。耳朵痛不痛？你说呀。两个包。那个都没打过来，没打过来。哎，对对对。